生命粉吧。哎，你知道生命粉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只要他活着就好。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好好的活着才会有无限的可能，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，不管是我还是粉丝还是爸爸妈妈，我觉得都是一定要身体健康，然后呢开心快乐的过好每一天，因为不开心的过一天也是这么度过，开心的过一天也是这么的度过，所以不如开心的过一天。所以不行开心的过每一天。哎，那其实大家也是平时要多锻炼身体，我们一起跟哲瀚我们跑步打个卡之类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其实我是很久不跑步，因为膝盖的原因，就是说不太去跑步，因为我怕会损伤膝盖。其实我也是看到很多粉丝就是说在喜欢我之后去运动了，然后去热爱上运动。对，然后他们其实在无形当中我觉得也激励我了吧，就是说哎，我觉得我现在要恢复体力去更好的迎接工作，保持好更好的状态。我觉得真的跑步，最近一直在跑步，我觉得我的状态就变好，而且一些不开心的一些压力啊，可能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就得到了释放。